别动，我不会伤害你。你伤得不轻，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你会撑不下去的。你想离开是吗？你有你的故乡，有你没做完的事，有你想见的人。那就先好好活着，只有活着，你才能离开。我虽然奉命来训你，但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不会对你太糟糕，相信我，我们二人才有转机。但如果你不信任我，你会生不如死，我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这是我们的地方，我进得来，你出不去。放松一点，我没有任何防备了，好不？这才对嘛，乖。大尾巴鱼，好好好，不这么喊你了还不行吗？乖乖的，别动。我方才同你说了，我不会害你。嗯，忍着点啊。想不通我为什么要帮你吗？想不通就不想了。你只需要记得，我不会害你。怎么了？你们鲛人骨头硬，脸皮倒是又软又薄，这不得给你上药吗？忍着点啊。你看，只要你配合，上药还是很快的。好了，没想到鱼也会这么害羞。我给你带了一套衣服，算是你上岸之后我们成为朋友的见面礼，你看如何？作为朋友，我帮你把那金剑拔了吧。这剑我不能拔。不可以。少公主，少公主，林浩清，你又搞什么鬼？我就跟你说不能拔吧，你还不听我的。这金剑上被林浩清施的隐藏法术才这样，旁人一旦触碰便会发功。若不是我的仙印护体，你那漂亮的大尾巴早就被扎烂了。时间不多了，
林浩清马上就会来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如果你不想继续被钉在墙上，接下来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。记住，反抗从不是莽撞盲目，还可以借力打力。看来师妹今天晚上白费功夫了。云禾，你没事吧？恭喜兄长未雨绸缪，还知道挖坑让我跳，这比起之前的确精进了不少。师妹怕是误会了，金剑法术防的不是你，防的是来劫狱之人，没想到你会懂。你想对他施仁，但左右都是蛮野之徒，他需要记住的只有谁是他的主人。反抗从不是莽撞盲目，还可以借力打力。是你教他借雷击之力摆脱金剑的。教人如同大海之惊魂，本就打不服的。金剑咒法厉害，兄长还是尽快疗伤，以免伤势恶化。这里就只能由云禾替兄长分忧了。少谷主，伤势要紧，这剑上有法力。好，来日方长，师妹也多加小心才是。兄长慢走。洛洛，以后防着点林浩清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云禾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苍白。没事，我方才用仙印帮鲛人挡了一下金剑，受了点伤而已。受了点伤而已？你，对不起啊。你知不知道这仙印很难修的，是关键时候保命用的。现在正是保命的关键时候，这一局绝不能让林浩清赢。这鲛人傲得很，我就是要让他觉得他欠了我一次人情，以后才好说话嘛。但这苦肉计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？而且这鲛人看起来傻乎乎的样子，他懂什么是人情吗？他不懂，我就教到他懂为止。怎么教呀？哼。